主料三黄鸡一只，酸豆角300克，辅料油盐八角花椒小葱料酒酱油白糖青椒姜大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酸豆角捞出泡水控干后切好待用，机洗净做块。锅内倒入油，加入白糖调焦糖色，倒入鸡块翻炒，炒出水分后放入花椒八角葱姜蒜，加入适量盐酱油料酒，加盖炖至，最后放入酸豆角青椒，略翻炒3到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酸豆角捞出后一定要用水泡泡洗净，不然很咸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